哇，这个液态玻璃真的能发光。视频同款买回来了，四款不同颜色的液态玻璃，颜色非常好看，手感非常不错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粑粑。哦，不是，是泥巴，可以捏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状，非常解压，大力一掰即可轻松扯断，但是轻轻拉它又可以做成表弟爱吃的拉面。剩下三种颜色也非常出彩，你们最喜欢哪款呢？我最喜欢的是这款绿色的，因为它跟我表弟帽子的颜色一样，都是绿的发慌。在吸收了光线以后，关上灯就可以领略到不一样的美丽，而且在越暗的环境，它们就显得越亮。太好了，以后写作业再也不用开灯了，妈妈直夸我是省电小能手。玩腻了也没关系，把它揉成圆球，又可以变成夜光弹力球，不仅颜色好看，而且弹力惊人，轻轻一扔就能弹到外太空。据说这家伙吃软不吃硬，轻轻一捏就凹下去了，大力一锤，却完好无损。那如果是雷神之锤，他们能否顶住压力呢？3、2、1，好家伙，直接稀碎，好在他有金刚不坏之身，捏一捏又恢复了原样。Nice. 不想玩的时候放在盒子里，第二天醒来又跟新的一样，真是离谱，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一个字，绝。